今天下午是一个开会的行程。好久没有开会了。对啊，因为是我们全家的频道嘛，所以一样我们三个全部一起参与。都要出席。Yes。还要签到。看一下 Cody 有什么意见。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又到了一个月一次的带 Cody 回诊的时间了。今天好早起床哦。嗯，今天有点刺激哦，因为今天 Cody 准备要来去打卡介苗。好痛啊！第一次打手臂。是手臂吗？对，打手臂啊，都会成为一个台湾人的印记。嗯，就这边会有一个疤这样子。初三说很痛，但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，很痛吗？我当然没有印象啊，是大家都说很痛。哦，好，待会就知道了。一比一下哦，嘿，有点紧张，365哦。轻轻的这样，看一下，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要帮阿姨抓嘛，阿姨自己抓就可以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哦，不伤心啊、哦，阿姨抓好伤心哦，44，走位，好，69，可以的，妈、哦、你好生气哦，哦，这么用力。今天 Cody 居然量体重的时候就哭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开始认人了，都还没有看医生呢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搞不好刚才哭了，然后结果打针的时候反而没哭。嗯，打完了吗？没感觉，不知道，待会就知道。皇上哈，赵熙的生日是。Cody 准备要打针啦、啊，第一次情绪有点不太稳定，所以有点紧张，待会打的时候会不会哭得很惨烈？打卡介苗不会发烧哦，让他侧坐，就是面向爸爸。Yeah, Cody 打完针啦、啊。今天看 Cody 打针，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舍的感觉，因为前几次他都还蛮平定的，哭声都是隔三秒之后才哭。那这一次从一开始就是蛮痛苦的感觉。他可能适应了，哦，来这里，哦，要打针了，哦，那天哪、啊！那我们一直在想说，是不是因为他来到这边，所以他想到说之前打针，记忆回来了。对，有这么快吗？不确定，反正就觉得这次有点稍微有点替他有点难过，就感觉他很痛。不过还好啦，还好啦，对啊，对啊。现在完针之后，我们就来喂奶嘛，喂奶就稍微安抚他一下，所以
那现在目前的话还算是 OK， 很大的镇定剂。对啊，因为今天打的是卡介苗，然后卡介苗的话，它会伤口好像会有点稍微结痂，还是会溃烂什么的、嗯，所以之后回去就要好好照顾。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有点不舍，是因为这样，就是会感觉它伤口会稍微有点大这样，所以没关系、嗯，我们会好好照顾它。对呀、啊。OK， 结束早上第一个行程。穿这个天气很凉的，每次看完会都有一种满腔热血的感觉，充满了期待。